支付宝到账一百万。喂，亲爱的，啥子哦？麻烦你给我买小米，最好在拼多多上买哈，马上来上面，一个又便宜。喂。刚才跟你说的，你听清楚没？听到了，那小米嘛。俗话说得好，丈母娘比天大。我读过很多书，也看过很多视频，买小米没问题。丈母娘喜欢拍照，所以呢，这个摄像头一定要好。然后呢，她喜欢手机上打麻将，所以屏幕一定要大。还有她这个人啊，平时比较节约，所以呢，这个性价比要高。我读过很多书，也看过很多视频，买红米没问题。我老婆说在拼多多上买，可能是上次拼多多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不是吧？我老婆好像说错了。拼多多上不止便宜啊，简直就是免费送，差0.39%就可以拿到手，免费拿，感觉我发现了省钱的新大陆。我赶紧拼起走。兄弟，帮我开一刀，开一刀，开一刀！哎呀，二娘，帮我开一刀嘛！哎呀，兄弟，开一刀，帮我开一刀。帮我开一刀啊，只差一刀了啊，帮我开一刀嘛。现在还差0.1%，他们现在没开刀，只开到一分钱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开到啥时候去了嘛？太难了。我读过很多书，也看过很多视频，拼多多砍价太难了。完了，我老婆明天就回来了。明天买不到手机，他非得把我活剐了。赶紧京东下一个单，来得快点。还是京东来得快，天就到了。还好赶在我老婆回来之前把手机拿到。最新的红米手机，屏幕又大，像素又好，丈母娘肯定喜欢。先看下看，咋个样？哎呦，你回来了，领导。回来了。看看，用丈母娘买的。小米，你有病啊！你买这个小米手机啥子？哎，你不是喊我买小米的吗？我喊你买的是小米，两个小米中，你买小米手机啥子？小米，手机那么烂了，换一个嘛？不要，我免费拼多多拼的。免费的说，早点不说了你，免费的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你有点能干哦。